啊，感恩！你看，我们晚上今天晚上睡觉这个地方，刚好我们的头灯打射出来，这个墙壁的灯可以这么漂亮。好特别。对，你看，我们因为在讨论我们明天呢，大概走的大概几公里了哈。对呀、啊。好。有，我现在就是在录影啊。就他那个。我们这个叫做什么？讨论花絮。对，麻烦你可以来再动吧，我看看，有吗？是真的在动，对，就它头灯啊，对，头灯反射的，是，对，因为我们每天我们不是都会去照明。感恩弥陀佛，其实我们就是要让人类知道，像太阳哟、星星啊，都是我们能够看得到，都是肉眼的哦。其实它是不可见光，也是暗物质能量。可见光呢，其实都是距离我们最远、最近、最近了。对，相对的，我们为什么佛呢？其实离我们最近，因为它就在我们的心中。只要我们随时投射出记忆体和神经当中的起心动念，透过除障那只网高尔基视体滤泡。啊，或者是所谓的易泡，就可以投射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明亮的光体。你看，非常好，好，感恩。我们继续来讨论了哈，这个叫讨论的会议的结盟的花絮。感恩阿弥陀佛，哎，帮你们看一下，你看你们像，因为我们现在几点了？按规定吗？好，那我们准备了，因为我们待会8点就要一起为这个整个念佛。好，谢谢。那请你的在进房的要快速了啊，好，好，OK。